突袭，电子股全倒，网通跟太阳能会是最佳选择吗？山雨欲来风满楼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欢迎来到股梦奇兵，我觉得大家的反应太夸张了啦，联准会升息这种板上拉拉的事情，拉拉美股跟台股一起崩盘，哦，真的太夸张，是板上钉钉钉钉钉钉，天命的成语又退步了，不过也不怪大家害怕啦，因为呢，现在很多化石都面临到了库存问题，再加上升息冲击，现在的盘还能玩吗？当然还可以玩啊，这种非常之息，大家一定要跟着我的脚步。不过你们两个备货了这么多，是不是没有挖到化石啊？怎么可能？我特别挖到没有库存问题的化石呢？赶快交出来瞧瞧。我挖到的是网通化石，网通晶片自去年到今年的第一季都呈现缺货状态，不过今年缺货开始缓解，订单大量出货，再加上未来受惠于规格升级，不仅有长线趋势看好之下，短期又有业绩保护，值得大家关注哦。怎么样，我挖的化石不错吧？先别得意太早，我也有库存问题的化石。嗯，搞错了，再来。没有库存问题的化石我也有，我挖到的是太阳能化石，太阳能市况严重供不应求，传出国内系统厂为了争抢模组，不惜加价一成采购，现货市场更复制先前晶圆代工成熟制程模式，出现了竞标抢货的盛况，是近十几年来首见。除了太阳能，上周队长提到的氢能源概念股也成为了今天资金流入的方向哦，看来大行情真的要来了吧？感觉今天我们稳了，我捡今天可以创业成功了吗？这网通跟太阳能都是我之前提过的，两位是在开心什么呢？凭这点就想创位，你们还太嫩了吧？小嫩逼，小嫩逼，还是赶快来看看我的解析吧。大兵跟天兵呢，这礼拜啊，真是挖到宝了，真的是有进步，我们给他拍拍手，鼓鼓掌。那其实呢，我先前一再跟大家提到5G 呢，这个题材一开始是先炒这基地台建设，那可以看到2019年其实联茂也好，或是这台光电也好，甚至三热这双红，其实他们股价表现的是非常强势。那当基台建设完毕之后，接下来就要炒什么？炒终端应用这一块。那可以看到其实刚刚提到这联茂、台光电或是双红，其实股价已经趴在地上，取而代之是什么？网通族群这些终端应用，所以大家要好好特别去留意一下这一块。再来看到这个欧美国家是在积极提高这个光纤网络的覆盖率，那这个是我最喜欢的题材。那怎么说呢？因为从没有到有，股价是最有想象力的，所以大家要趁着大盘的震荡过程中，利用量缩震荡拉回没有破跌之后来去进场做布局。近期呢，这太阳能呢可说是利多频传，除了这美国削减通膨法案过关之外，其实你可以看到四川大旱，其实多晶系的价格可是频频的往上做一个飙涨，所以目前来看的话，太阳能还是处在一个涨价循环。那我们这边要特别跟大家提到的是，俄乌战争已经打了快一年了，但是这边还没有要落幕的现象，所以即将进入的冬季，其实能源问题也会很严重，所以我们预期说这能源问题在第四季啊，甚至到明年的第一季的时候，那是一个很大问题。那或许你会问我说，诶，这种个这冬天没有太阳能，那这个跟太阳能发电不是就是利空吗？那我们这边跟大家补充一个小常识，既然太阳能最适合发电是在25度，很多人认为说这边越热越好，或者是最好是天上来个10个太阳，这边太阳能发电可是越旺。但是呢，这边很抱歉，太阳能设备其实跟一般的这消费性电子设备是一样的，如果说太热的话会有过热的问题，所以呢，太阳能发电效率呢其实不在于这温度，而是在这日照。所以俄乌战争之下，我们认为说，诶，能源这个相关个股啊，在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你都可以好好特别留意。最近资金啊都在寻找避风港，除了网通跟太阳能以外，还有新的主流吗？队长上周有提到，在大盘利空测试下，若个股能够强势整理不破低，大盘止稳的时候，就容易成为下一波的主流。没错，我这边呢，没有什么想要特别补充的，我会的都已经被他们两个学去了，所以呢，赶快就来看我的化石吧。那我挖到的化石是跟元宇宙有关的。那我想这些点要跟大家聊到元宇宙呢，会像去年第四季一样再涨一波吗？现在这
个问题我想了非常久，那这边跟大家做个分享。其实元宇宙我一直认为它只是一个题材概念而已，但是你回过头去想一下，我们刚刚提到 5G 一开始是基台建设，那基台建设盖好之后换到这终端应用，那网通设备也已经铺路铺好了，光纤设备也铺好了，伺服器也铺好路了，所以接下来就是在应用端AR VR 这一块。那当然我们不是叫大家目前就去抢这个元宇宙化石，因为我们要去追踪一下它营收有没有跟着开出来。我们目前认为说它这边维持着强势整理一个形态，如果说后续呢营收有机会跟着开出来往上成长的话，实际上相关个股很容易在第四季再像去年一样再走一波，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特别留意。所以第四季的主流会是元宇宙、太阳能、网通，没错，这些族群个股都好多，怎么找得出来？这样等一下队长一定有帮我们筛选出来，不要慌。当然有了，这档月光宝盒呢，要请大家好好先握紧你的滑鼠，因为我怕你把你这萤幕呢给砸坏了。因为这档啊，月光宝盒跟元宇宙或是网通或是太阳能，通通都没关系。队长，你先下台吧。什么意思？我们想利用这月光宝盒呢，帮大家多介绍一个族群。这个族群呢，就是这车用电子。那原则上第四季呢，就请大家往非消费性电子去做布局，元宇宙、网通、工业电脑、车用电子，甚至太阳能这边呢都有机会。那我们赶紧来看到月光宝盒吧。那在缺工、缺料还有缺柜问题呢逐渐缓解的情况下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营收已经开始呈现一个正成长，开始出现一个明显的质变。虽然对毛利率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往上去做一个推升的，那是目前市场普遍预期说最坏的情形已经过了，今年获利呢是呈现一个翻倍了，那明年要再成长 40%， 那这样股价呢就非常有想象空间。那这档呢到底是哪一档呢？请大家一定要加入我的 Light 跟 Telegram。 队长 Telegram Y1768 赶快加起来挖宝咯。喜欢我们的影片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古墓奇兵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